那个女子三观婚姻差哦，这个啊是一个很常见的一句话啊、哦，女生就很怕哦三观呐、啊，因为一旦三观，她就会怎样？你心中的那团火是不会熄的，有的人是怒火，对社会的愤怒哦，那你的那一团火是什么？女生一想到自己有三观，就会很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三观她就要客观，哦，就要客观。那一旦客观，就会觉得说哇，完蛋了，我的一个婚姻呢，就整个很差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女生呢、哦。那我们知道她的八字，癸酉辛酉戊戌壬戌。那在这个八字来讲，她的三观呢、啊、在这里啊，酉金啊，辛金啊，这么旺，那她就会很担心哦，哇，我三观这么旺，我的一个呢？婚姻呐、啊，应该是会很差的哦。很多人呐、啊、都会有这一种的情况啊。那其实各位啊，你要记得一件事哦，他虽然三观旺，可是呢，各位他有没有真的官让他克？没有嘛。所以呢，你要记得。当没有产生克的现象的时候，没有克的现象，你就不要论克啊。进入你看啊，没有克的现象就不要论克，了不了解？所以你只能够说这个女生，这个女生她会比较独立。然后你只能够这样子说，了不了解？那我们会知道说，以这个八字，它的天干金生水，地支呢土来生金，所以啊，八字没有官的女生，她就是呢乙呢。财来做官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谈谈恋爱也是 OK 的，谈谈恋爱也是 OK 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这时候又要讲一句了，八字缺什么要补什么嘛，这不是时常呢？我每个人都说，我八字呢是怎样？缺金呐、啊，我要补金呐、啊。我八字缺水啦、啊，我要补水啊。他八字，各位，我们来看看哦，你给他补看看哦。我们来补，先来补他所缺的官，没有官，那补他的官。那各位，天干有甲官跟乙官，那补下去会怎样？补下去会怎样？哦，神话回答的。这么帅气呀、啊！对了，没错，他只能够补乙，他补甲不行啊，补甲不行啊，补甲不行。所以呢，八八
干掉一个。然后地支呢，寅卯。那寅卯会怎样？哦，神话哦，讲得很有自信呢。还有没有其他答案？寅可以，卯不行。还有没有其他答案？全部都不可以啊！卯不行啊，寅可以啊，寅又没有日主授课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缺什么补什么，哎，谁都跟你讲说。他缺的就一定要他妈走甲木还日主授课呢？地支哪有日主授课啊？不要自己乱掰。地支日主授课的条件是什么？赶快去翻翻笔记。好，所以呢，寅。没有事啊，所以啊，各位，四个官，两个可以用，有两个不能用，所以缺一定要补吗？这边又出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他又缺火了。哎，我们刚刚的 CY 讲的，他内心的那一把火，这时候火，他的火，我们来看看火有没有用。丙丁火，结果啊，丙辛合，某某某，丁壬合，喵喵喵，那个全部没了。好，再来，地支呢？午火、巳火，火生土来生金，火生土来生金。天干竟然。没办法走火，地支可以走火。那各位啊，这个是不是又不一样啊？所以各位啊，你就会了解这个啊，就是要接下来跟各位所讲